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戏剧长廊节目。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粤剧的发展在各大地方剧种中尤其表现得明显。30年中，粤剧舞台上不仅恢复整理了大量传统经典剧目，其创新能力也不容小觑。伴随着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新经典的诞生，一批中青年名家的在老一辈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的带领下活跃在粤剧舞台上，他们丰富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粤剧确立全国第二大剧种的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这一周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一系列优秀的粤剧现代剧目。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新编音画粤剧《离斋残梦》。该剧呢，刻画了一个天才的画家在舞台上，粤剧王子赵志刚演绎着这么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经历了漂泊的艰辛、民族的灾难、爱情的悲伤、家庭的变异以及文化的痛苦，成就了百年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代大师。结婚。
也是我们在爱的旅途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啊，它也是我们爱心的象征啊。莹莹，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说这幅画会不会颜面褪色？不不，我们的爱心永远永远不会褪色，永远永远。美君，你听，听什么？春天的声音。春天的声音。窗外的山，用花中的窗水，滴答滴答，这不就是春天的声音吗？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今晚好像是在做梦一样，一高兴一幸福。哎，你知道吗？以前在我们女子也窑里，我们也常常拟人力呢。哦，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然不好喽。不好？嗯，那我啊就更要听一听了。嗯，好，你手下。手下。好，娘母来射这里，停。那日上下铺的同友们也来悄悄藏你来，说没转一个啥哟，刮风清朗才清青春万笔魂，大家永远来竞争。想不到我还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啊！一阵网扣好红，那我不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了吗？你没有这个机会了、为什么？为什么？哎，你告诉我。美君，有件事我早就想告诉你，可是我……你谁呀？可是我又怕。你怕什么？我怕会失去你，所以我……莹莹，什么事？你快说呀！美君，我曾经在上海参加过友招。一步三月美君，我方才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白色的恐怖，梦见了冰冷的铁窗。莹莹，你不要怕，这只是一场噩梦而已。你是亲爱的，你一定为我的事业，我们永远在一起。悲剧。美君啊，我是一个才到千累你
却让我心欢笑里我们的孩子是要叫天音，北京，来，你来看我。风云莫测，原罪高定，还是高定？那要到哪里去呀、啊？异国他乡，异国他乡，赤膊流油，赤膊流油，杀气。一年学车子心已苦，去找摧残的进步，四腿苍蝇。朋友们苦尽甘露，我不知他安不下一张苦衷，明
说魏王谋事久，西游洞天死神坑，我今杀尽伏笔历史三年多人风声鼓，儿女情长三套上来是在场恩爱呀，姑好啊，必然久呀，两步啊。李律师，王家美术有院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我已经叫他发了电报了。沙姐啊，你的船票我都已经叫你订好了，事不宜迟，你今夜就在，今夜就在。今夜就在，这样子来，我肚中的小宝宝，将你这个世间遗恨，却得不到母亲的疼爱。去。亲呀亲，你的
身心多保重，莫流泪，莫忧伤，待夜深归来时。将青林上北上，离斋残梦的创作不是简单的讲一个传奇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关注了一代画家大师他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在艺术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上做出了探索与尝试。全剧从全新的音画视角讲述了一代油画大师艺术辉煌、人生坎坷的传奇故事和艺术人生的心路历程，浓缩了青年时期对艺术、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和平家国的炙热，艺术的再现了他为民族而艺术的民族形象和人生写照。成功了，金色奖章无用于此时此刻心朝天，出国本为皮肉醉，醉了香，并不花朵，并不花朵，尽得亏。成功的喜悦真多香，要与听人共陶醉，共陶醉。幸福的青色金换成功，落人心，恋人与花人泪千里，打得云烟谁？
本为那把娘的话当心碎，本为那把娘的话当心碎。
人失去了一个英勇的种子，可是天道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为我们在天道里伟大的艺术家灌杯！来，我灌杯！来，滚！穿上云光的襟裳，银色的上衣，我穿上轻薄的羽羊。玫瑰这般的深恩，留恋着花瓣的余香，又催呀纷争要成颜色，他人美丽与幻想。曾经我偷偷见自家的兵，就妹妹心开光，美呀美的是春，美呀的忧伤，我们走上已经有五年了吧？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为了这五年的朋友情，来灌一杯。灌。大姐，你是今在欧洲瓦塘呼风唤雨，也算得上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可是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的苦闷，总是这样的忧郁？小意思，国难深重，却
不晓得在我身上浪费了许多时间吗？你明明可以走一条阳光大道，为什么要选择一条也许是没有成败的陷阱？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出尽风雨”，出尽风雨，叫意思，城市繁华你不在。恰像翠草黄莺美，有墨的繁花比我情，我爱的是艳的翠草不中。不应该哦，我爱的心啊，换的得到成全不，你不该提携一高次。他天心碎成成交心这送温馨到心内，他一盘花穷酸我在人间争风雨，输赢名相笑尽哪里？可你心怀我真。与你早已同醉，心里
临阵曾醉，换笔平苍赠子弟巧将功，苦涩的泪水，我的爱飘在了汪洋鸳鸯边唱，今生今世永生你追随，将我滚出去，将我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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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去啊！杀气，杀气，你怎么了？求你死，杀气。我的灵魂枯竭了，我挖不出来了，我挖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乔伊斯，我完了！你不要这样，我完了。撒姐，把你心里的我说出来。我的灵魂麻木了，我的意识死了。我的眼睛看不到色彩，我的眼睛到处都是灰色的影子，外面那些支票的影子，那些画上的影子。撒姬，撒姬，娘痛痛，痛痛你的眼睛，都是眼睛，是心灵的错。以前做瓦斯，你的眼睛是那么的纯粹和执着，甚至我大爷也是孩子般的天真。可是我今天看到的那一双眼睛，却是飘着不定的躁动不安的。你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啊？听我说，听我说，撒气，你站在他们瓦上的工具，尽情的努力。马上的攻击，今天的努力，真到这样了，我真的快疯了，真的快疯了。不要这样子，撒气，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最优秀的女神姐。撒气，你太想创造色彩的奇迹。反比色彩束缚死了眼睛，你花了闪闪的自己去引而失足的牵拨，淹没了你自由的风姿。撒气，你要振作，你要振作，一个真正的女色姐需要无畏的勇气去抵制女色的创新。撒气，你知道吗？你眼中有伤害我，故而你烦躁情绪难自控，全心送你要多保重。Jesus.
是怎样的爱着你。好了，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戏剧长廊节目。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粤剧的发展在各大地方剧种中尤其表现得明显。
30年中，越剧舞台上不仅恢复整理了大量传统经典剧目，其创新能力也不容小觑。伴随着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新经典的诞生，一批中青年名家的在老一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的带领下，活跃在越剧舞台上。他们丰富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越剧确立全国第二大剧种的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这一周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一系列优秀的越剧现代剧目。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新编音画越剧《离斋残梦》。该剧呢，刻画了一个天才的画家在舞台上，越剧王子赵志刚演绎着这么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经历了漂泊的艰辛、民族的灾难、爱情的悲伤、家庭的变异以及文化的痛苦，成就了百年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代大师。阴呀让我美好的季节先落空，到时听神奇的话不也被听声里其实不盲从一起画笔修定我
你看看，你看看你面面的这个人，这个人，他的心里明明白白有事，可是枪不关阵，人不关表吧？他为了今天玷污了你的，人为了华上的努力，他已被色彩所抛弃。他太虚伪，太腐气，太自私，太弄丧，就已死。你说先生，已经结束了，你的祖国已经光复了。咱结束了，我的祖国光复了，我可以回家了。我的祖国光复了，乔伊斯，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回家了，乔伊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会把这段最美好的回忆永远永远
永远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杀君是我的地方，故乡的满地美丽的回忆，自豪似美心的森林心底。
回来了，沙金我回来了啊！妈，妈，你是谁？我是沙金，我是莹莹，我是你的儿子啊！不，他们是我的儿子，他已经死了。不，你的儿子没有死，你的儿子回来了。儿啊，在第四年回来了。儿啊，儿啊，儿啊，妈，儿啊，你怎么了？儿啊，你的眼睛怎么了？妈，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了？妈，我瞎了啊！Yeah.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孩儿，为什么？你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啊？妈，你千万不要冤枉你媳妇，你都知道，你的媳妇她。
北京，北京。斑斑驳驳，君。
人下，村村巍巍老青娘。此人下，淅淅寥寥人行街。此人下，淅淅凉凉三座离斋残梦的创作不是简单的讲一个传奇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关注了一代画家大师他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在艺术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上做出了探索与尝试。全剧从全新的音画视角讲述了一代油画大师艺术辉煌、人生坎坷的传奇故事和艺术人生的心路历程，浓缩了青年时期对艺术、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和平家国的炙热，艺术的再现了他为民族而艺术的民族形象和人生写照。奶奶，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这好像是一匹马。马？喂，这是啥子的娃？啥子娃？哦，娃的是一个女人哦，一匹马，这什么意思？哼，这什么意思知道吗？这意思就是马蹄。哎，他结婚的时候就不吉利，新娘子穿了一身白。难怪他老婆跑了。哎，我还看见他挖了一幅画，画的是杀鸡，鸡就是鸡，杀鸡就是杀鸡，他要杀死他老婆，胡说八道。杀鸡整天在思念的就是他老婆。哎呀，知道啊，他还养了七只鸭子呢。对，我说过的。正好是七只鸭子，我们看见他对着七只小鸭子说：“切呀切呀的，切呀切呀，就是切呀切呀。”哦，听说他在国外是很有名气呀、啊。他跟一个姓毕的什么说？毕加。哎，对，毕加索在澳大利亚梦。一起开画展，还在别这别地，别地个啦！哎，对，别地个啦地，开高人画展，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啊！相声是与神是一样的，他要想向光明的高处生长，他的根。便有深深地深入土里和温的生死去。马当安马雪生死途径就是这样的箱子啊，这位珍贵的小姐，你有着我相当是一样的吸引力，非常用心和你见面。沙姐，沙姐，明天我们加班喜日，你一定要来喝喜酒。你不要送了，给我们画一张画就可以了。好的。明年啊，我们家的新王子快要造好了，你能不能在我的门板上画两只老虎？舅妈是不会烧的。好的，时日不早了，一会儿我还要和我的色彩们在这里有一个私人聚会，仔细商量一下。是我才能抓住秋天的心。Madame, I, Maria, 我这次要知道我秋天优惠的办法。如果你们愿意来参与我们的行为，我们会非常欢迎。我的奴才，你到哪里去了？还不出来伺候我？我的奴才。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奴才，出来吧。夫人愿意为你料理。我的瓦布呢？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我的食材呢？哦，他们在吃过味都是了。好，生命，高贵，生命。
是我玉液，太阳便是我的血液，月亮便是我的空气。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云彩苍翠，霞光明的说，星光、霞光、闪光、月光、天光、地光。我看见了，一个崭新的。青色秋天。
好了，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